下一首歌曲呢，节目快要进行到尾声了哈。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其实本来这场演唱会是要搭着这首歌，然后来做一个巡回的演唱会的啊，没有巡回，就是在台中的这场演唱会。对，然后这首歌叫做是《Mama Don't Cry》。对，然后我妈也在现场，对，我也看到她了。然后这首歌其实我每次在台东啊，我都觉得我妈比我还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常常去，可能是买东西或者是吃饭的时候，大家看到我都不是跟我讲说，哎，你是不是高伟轩？都不是，他们都会说，请问你是王立新的儿子吗？他们都是这样跟我讲的。对，哇，对对对，然后唱这首歌也是很久没有唱了啦。对，我妈在哪里？有哦，好，OK，好，然后这首歌是献给你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叫《妈妈 Don't Cry》。对，我写歌给我哥过，写歌给我妈过。哎，我爸呢？哦，爸爸好像有，爸爸好像有。对，可能之后我们再跟唱给大家听这样。那带来这首歌《Mama Don't Cry》。Oh.
大家。